输给了龙拉，对，这场比龙拉的这个前肘和那个前肘就不一样了。对，啊，脚肘不要侧身啊，臂展啊，非常好。对，哎呦，顶膝。中早开路，然后双臂并不是特别大。现在两人逐渐想要开肘了。快！哎呀，好，第二局开始。可是你的太规则啊，规则不一样啊。对于这个缠抱，刚刚这肘。 没看到，这个龙拉这个脸比较黑啊！哎呦，哎，转身，哎，好像有只同样啊！对，也都尽量的进行打得多啊！哇，转身肘，这技术细节啊，一些更油滑的下面连续顶膝，然后突然转换到上，好，第二局结束。第一，现在像胶州他们这样的可能会分开，哦，你看。 对，打拳，哎呦漂亮，而且这个顶膝啊，近了就是变成顶膝，远了就变成翻译泰国的一些，这么扫过去，整个的发力吧，既是在，哎呦，又是一个连续两个，哇，这个抗击打也很好啊，刚刚连续两个转身，这个龙拉是想完全想带回到泰国本土泰拳界，对，漂亮，好，右手。 哇，这个幅度好大的一个肘击啊！一个杂肘，哎，这是一个转身肘，这招漂亮。然后，但是龙拉的抗击打真的很强啊！哇，蓝方胜。